看不见，是不是？刚刚好，我给我们的标准不把你开哦。脚啊，这样不会怕踩到东西吗？哦，体育服哦，感觉是要那个体操表演吗？哎，你真的会体操表演？但是他今天穿了一个体操服来，哎，他不止韵律服，不止运动中，他直接是体操，哎，真的是体操的漂亮的痛。来，我们叶姐有什么问题要问？看一下，因为你的最性感的时间，你觉得有什么痛？我们怎么 cue 呢？好，我们欢迎三秒钟之后，我们男喵不说话。哎，这也是他厉害的一招了。这也是非常特别的痛。最厉害真的是三百公斤啊！麦克风借他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哎，喵，你现在身上的资金是捐的吗？还是全部都是捐的，没有贴纸？我看到喵啊，这么近看他，我只能用两句话形容：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他这个骨，他的骨头不大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他的是算小骨头的瘦，但是呢，该有肉的地方都有。对，真的是，对，我们在他旁边是该不该有肉的地方都有，但是该瘦的地方瘦，该有肉的地方都有肉。有人这样喊过你吗？没有哦。但是真的算身材，而且刚刚的介绍说在吃的上面你很注重，对不对？你都留意怎么吃？哎，不忌口吗？挑食，吃甜点。有收过粉丝送你什么最印象深刻的吃的东西？手工蛋糕。哎呀，真的是很高，而且他个儿很高。你看他不穿鞋上来还有170，穿鞋上来就不知道有多高了。然后呢，我们按照惯例，我们也要给你有三秒钟，就是走台步到前面定他拍照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们先退后几步。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玛丽蓝喵，我们的台步秀，请准备3、2、1。很会。还有没有？卖萌的，还有没有？展现特色，可爱风，卖萌风，超萌的，又萌又性感的，性感到破表的，火爆的 ，Oh yeah, come on！ 看到蓝喵，我就想到蜡笔小新，有没有？每次有那个外星人攻击啊，外星人攻击高叉裤，高叉有裤，高叉有，对，好，非常可爱的蓝喵啊！好，蓝喵，告诉我你的那个座位在什么地方？你的摊位就在你们各位的左手边，我们的右手边的第二个。所以待会蓝喵有准备什么样的一个礼物吗？或者是一些产品要介绍给我们？他忘了带，他最好的礼物就是他自己了，好不好？所以待会尽情的跟我们的粉丝玩游戏了，好吗？好，我们谢谢蓝喵，给他掌声鼓励好吗？谢谢。